机会被 Abyss 给直接拿下来，维特这个魔力其实不太够哦，他这个魔力就我刚刚讲的，拿来推兵就换不了血，拿来换血就推不了兵，等于是你站在中路就是半个神。但这个大绝混沌风暴也成功的把勒布朗给电死了，这一轮的话自己可能反而陷入劣势，这里直接 Q 出来打了一波伤害，逼出了鬼步，兵线还没进塔，选择进塔又要硬锁，但是菲艾应该是要被换掉了吗？坦肯奇这个 W 技能放得非常的漂亮哦，直接逼出了对方两个闪现，但是菲艾直接被旁边赶来的勒布朗修女选手做一波击杀，瑟雷西的位置这里苏迪诺应该是跑不掉了，打了一套以后勒布朗应该是可以收获两颗人头，但是后续维克特小安也来了，但是李希一个踢，阿维修这一踢非常的漂亮，直接把他踢到了对面的坦肯奇跟勒布朗脸上，但伤害不太够的情况下，这个混沌风暴有办法收下呢？瑟雷西先支援勒布朗，虽然过来，但是维克的位置也可以马上支援到。哎，这里瑟雷西上下扭了一下，直接一个 RQQ 收掉了菲艾的人头，艾比斯倒下以后，这个瑟雷西的位置看起来也非常的危险。后续的话，旅行的 Q2 再度收下了人头，他们这场最大的获胜希望在这个位置，菲艾已经撤走了。看齐，瑟雷西的位置有闪现，但是自己哦，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走位，有看着旅行的 Q 技能，后续菲艾来了，来了。但坦克机有大，我觉得应该打不了，反而是自己的位置很危险了。哇，直接一个摸眼踢，飞在自己反而是死在这地方。艾米斯这个地方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哦。你知不知道他在这里回城？哦，有一飞直接顶，但是混沌风暴伤害实在是太高了，闪现有办法收掉，自己的血量见底，还是有收掉了微风的人头。他想扁人，他想打，他想杀。这个地方是起了杀心才会这样子走的，神话时间差，对，直接抓上去又一个啊，断你的纳尔跳跳，这个地方纳尔是有闪现的，闪现直接闪现一个普攻 Q 技能收掉了纳尔的人头，这里韦泽是被关关打出了一个单杀啊， MVP 被单杀啦，哎呀，上个赛季的 MVP 就是你偷的啊，不是，那中路阿勒布朗上来直接一踩一套伤害，这个伤害非常的高，会不会要单杀了呢？再点后续你是一个 Q 技能哦，精准的伤害计算，勒布朗的补伤害，勒布朗表示我打了九成的伤害，感觉还要杀这个菲艾哦。对，但是这个地方被菲艾的大绝直接断了，勒布朗踩这个地方微风啊，不是微风，这个地方是阿伟倒下了，而且是个大人头，情况就会显得比较尴尬。他可能每一波都得强迫挖这一下路，亚菲利哦，位置非常的糟糕，直接被击飞过后，阿伟又出来收掉了人头，后续虽然有 TP， 有没有办法收掉剩下的人头呢？后面维克特来的比较晚一点哦。但是对方的瑟雷西哦，这里自己加瑟雷西倒下了，这里维克特直接混沌风暴上来收掉对面吉克斯跟坦肯奇，后续的话勒布朗技能是空掉了，守不住了这个灯笼，火亮 TP TP 来了，纳尔在后面怒气如何？哦，不对，这是勒布朗 TP， 这是勒布朗 TP， 直接上来一波，秒杀了亚菲利欧以后，后续的跟进阿伟选手进去一个饮血战锤，回了一下自己的状态。后续卡桑蒂直接带回了纳尔，配合的队友击杀掉了韦泽，技能直接在卡桑蒂的面前都叫完了，因为万一冷不防被推回去，哦，这一个闪现拍，闪现拍，他想要单杀吗？刚好变小，直接冲一个加速，他好像打不太赢这个地方，直接被
单杀了。哦，熟悉的韦泽，韦泽这个地方直接锁头，火不连击抓到勒布朗，勒布朗倒下，这里秋雨全都倒下的情况下，应该是完全没得打。但这一波消耗的非常完美，侧边直接勒布朗切进来。这个切的角度非常的完美哦，直接打出了小安的闪现以及状态，还有两个。那后续的话，再度进场，这里休宇选手直接，但是他打的这个地方看起来团战还是不好赢啊。这一期的一勾中间直接被抓到了，菲艾直接 Q 破墙，阿丽丝直接击杀了休宇选手，但这个地方吃高了。后续菲艾进场收掉吉英克斯，威风选手倒下，坦根奇这个地方看起来休远选手应该也是跑不掉了。怎么可能走？考虑到锁头这个点，对，假如他不出女妖被飞爱，或者是不小心吃到射野系的钩，那很可能直接就当场暴毙。但这里女妖被破掉，解锁了。理论上应该是绑勒布朗，但不小，不能百分之百确定。解锁吗？锁坦肯奇，你有吞，那我就锁你，你总不能吞自己吧？这个地方坦肯奇直接倒下，是五十秒后重生。这里直接边线撞到，打一波伤害，有机会吗？一套 combo 打了下去，要被单杀了吗？金人交下去，混沌风暴地的伤害好像不太够。一个 Q 技能收到人头，飞爱的火不连击，直接抓到了休宇选手。小安有点不小心啊，但卡桑蒂 TP 到后喽。那这个情况下跑得掉吗？菲亚也在正面，直接被李欣阿伟踢了回来，打了一套伤害，那要变大了，手上有闪现，但是那个烟火打了下去，伤害完全扛不住，阿伟倒下，这个地方卡桑蒂好硬，吉英克斯打他就跟抓了没两样，哎，这个地方哎，听说你又有吞，我就是不打吉英克斯，我看你能不能吞自己，先杀了他跟吉欧，再来追这个吉英克斯，虽然说他刚前面有鬼步，但这个地方好像是跑掉了，差一点点，人就没了，对，这里三包一。三包一行不行？三甲之内有没有空打？阿伟也来了，卡桑蒂表示你只有两个，怎么可能打得赢我？殊不知后面还有第三个人。哇，勒布朗也出来的情况下，卡桑蒂直接交一个 W 技能往后退。后期阿飞来了，有没有办法救到自己的队友呢？看起来想救，还没倒。他好像发现自己的队友比想象的还要能打哎。那这里直接进来，怎么好像看起来飞安要死了吗？卡桑蒂后面直接吸了一下血，后续的话。两个人的配合好像出现大问题，但是这个地方队友已经推进去了，他们在对面的珠宝塔加里爆炸了，为了抓一个卡桑蒂，珠宝要没。